4月12日，王珞丹在微博晒出在健身房运动和体重秤的照片，高兴地留言，从53千克回到了4年前的48千克。照片中，王珞丹在健身房做着各种锻炼运动，看上去身材十分苗条。网友纷纷留言赞其很棒，并提问，运动真的有效吗？也有网友调侃，别再减了，再减胸要没了。王珞丹的胸一直是网友调侃的对象。王珞丹之前就因为在微博发泳装照被网友调侃胸还是老样子，虽然随后又自黑晒出一张恶搞好乳照，并放言说天下都不要太平了，但网友似乎并不相信，纷纷留言称不要骗自己了。